原来因是这款关系。即马想想，咱梁祖义早就对神明特别关心，只是伊拢以嫌妹仔感情做借口，搞我甲草原骗过。过去我是予鬼遮眼，才会无看到因两个偷来暗去。即马知影家己毋是这个人，突然间，什么拢看清楚啊！抓着这枕头，这个桥真正是越来越趣味。伊今仔日无闲规工，拢无啥知影物件。我订进饭店上好的套餐，等等下入去房间食物件，饮淡薄酒，安尼上放松。你拢安排好啊？当然啊。看你有机会当家你做伙出差，顺续约会，我唔知影有偌欢喜。我当然爱做好上好的准备。咱做伙这么久啊，你对我的心也是甲拄开始做伙时阵同款，一模一样。你是让我足感动的。若是真心爱一个人，只会愈来愈爱，袂因为时间久，感情会变薄。是对我妈在创啥？你真正足好大胆的呢！对我妈你卡来手来，莹莹啊，你妈安尼讲啦，讲遐大声去，我听到就唔好啊啦。所以你甲鬼温泉去包落来，就是惊讲有人看到你甲白汉的乌白来心，你是不甲小奶奶呢？你妈袂记家己的身份，竟然甲这种人安尼乌白来！还没叫做这种人，伊是你叫二十几年喊的阿姐，是伊跟你斗三个，斗三个到伊差一点仔伤重伤喊的阿姐。我就讲嘛，是安怎我大概看到你，我就感觉足大胆的。原来是你看我妈的眼神，我起鸡母背。妈。你袂当因为爸对你冷淡，你就安尼清清菜菜，互伊骗去啦！伊是外国司机后生呢，你甲伊天差甲地呢，你甲伊做伙，敢袂想过无见食啦？你如果拢唔是看，我是怎会讲唔对啦？你就是要偷食，你妈找一个配你下去啊，耐死啊！咦，你好啦，是你。不要为了我去冤家啦！你放手啦！你不要你的手靠近我妈！你一个垃圾人！你敢知你家己讲啥？别卖讲，恁汉的阿姐为着要跟伊斗三工，伊不甲家己差一点仔拢无命嘞！你无甲伊感冒准拄煞，你竟然要看伊无？这几年。伊表现阁遮尔好，伊是恁外公上重要的助手。你是凭啥物用这种口气甲伊讲话？凭啥物？就凭伊袂见笑啦！伊是头家的，阁困头家的查某囝。若是让外公知影，外公绝对爱伊的命啦！我不准你想到这里，啊，若无你绝对后悔一世人。你嘛知代志严重哦，安尼你阁饥不择食。要跟他做伙，今日是我知影的。若是予别人看到，你这个不该的小奶奶，就会变作是全世界笑的。
英姨，你就当作无看到这件代志就好啊。我已经看到啊，你拢唔知影，这件代志对我心内伤害有偌大。妈，我才当作你是一时糊涂，这件垃圾代志就到我这为止。白娘，你今嘛马上去写字，永远莫出现在我的面头前。那无，我就去跟阮外公讲，阮外公会安怎处理，你该想清楚啦。白娘，这件代志你真正袂当讲出去，袂当让别人知影。你今嘛意思就是，你袂继续跟安尼讨论安全性。妈，明日生死阁无够，你阁想要继续？你安尼敢对会起爸？代志毋是你想的安尼，惠弟，这件代志你千万袂当讲出去。啥话啦？这件代志我看到一个我就挡袂住的啦，我哪有可能以后逐个看到伊啊？白汉良，你这个臭孙啊！你将阮妈的便宜，你已经把你三姓的运气拢用了啊！你今嘛随给我试试，永远莫再出现在万家哥母家面头前。我袂试试，我就准备用我的一世人来放你我。你唔试一试，好啊！我就去跟阮外公讲，可赢过到时阵，让人知影了。我甲阮爸会让人笑甲头拢摇袂起来啊！咦，你较认真啊！听我甲你妈好好讲好无？放手啦！想要讲啥？我对恁两个垃圾代志我无兴趣啦！你莫有嘴讲别人，无嘴讲家己。你讲汉良，你是司机的后生，哪里你嘞？你毋是甲我妈做着两块好？我跟你无共，我跟凯宏，男未婚女未嫁，啊你呢？你是我的人呢？你跟我一个查某囝呢？你哪会当这么凊彩啦？惠玲，我不准你跟东林和母娘喊两的话。对你这么好，你未当用这可以对他伊。伊对我好，你就要用你的身体去报答伊先，妈。你干得较自爱诶！你哦，什么？慢点啦！伊成功都讲袂听，真正要甲我气死啊！咱早早互因了解就好啊！你放手啦！莫有你垃圾就卡着我妈！伊，毋是伊要卡着我，是我甲汉良阿叔已经袂分开啊！伊，你真水也好。你这需要好，为着我甲恁汉良阿姐，这已经是事实。你若是无想要遗憾一世人，那呢？你就永远莫甲这件代志讲出去。白汉良，你是安怎要来甲阮当母甲这件垃圾啦？你真正有够可恶的呢！你我可恶，你有够可恶，你有够。你别在拍伊，伊是你爸。我讲了真清楚，是你爸，是你亲生的爸爸。
对不对？你是我的查某囝，你出事了，阮就确定这点。我是你的亲生爸爸，我跟你妈，这是真正的翁仔某。你一定都在欺骗，阿娘是咱万家的脚手人，不过你一定都不知影，伊为着咱已经放弃足多机会啊。那是万一出去闯了，差点有成就啊。不过伊拢无爱，伊甘愿甲伊一世人拢交予咱，安尼，你敢还阁唔知影伊有偌爱你？我会甘愿留伫万家，做一个助理，只是为着要失去予恁母仔囝，因为恁是我生命中上重要的人，真歹势。我无我大个成就，会当让你感觉骄傲。啊，不过若是你爱我去争取，我会为你去做。我会当离开万家，我会伫上短的时间内做出成绩，让你看。到时阵，你敢愿意看我一声爸爸？姐，完坐我，啊！妈，哦，那哭到安尼啦，还是等我一下，你甲爸爸讲，哦，卖哭啊！乖，我的小公主，别再哭啊！哈。是不是今日开会受委屈啊？上次你跟我讲，我愿意找伊算账。这个人哦，一定是看你少年，要是讲你好欺负。我今麦就去问个饭店负责人，看今日是谁跟你开会。姐姐哦，也算问个清楚。干什么？就爱踮伫咧遮，所以就真正有人欺负你，对不？莹莹，就算双方合作哦，讲袂成嘛不要紧，咱无需要为了趁钱哦委屈家己。你是我有心态的查某囝，谁拢袂当欺负你。因为你是我的查某囝啊，啊爸爸替查某囝出头，这是理所当然的，有啥物通我问的啦？啊，不过，刚如果我不是你的查某囝嘞，
你哪会向向讲这款话啊？